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yeah, ，我是科比车教室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干爹了？干爹，又有干爹。有在看影片呐、啊，再次感谢欧记。耶、yeah! 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驼色的线，因为我是驼色内装嘛，用驼色的线，驼色的定位碗，因为我都黑的。嗯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边一样啊，原厂样式。哦，哎呦，麂皮重包了。麂皮重包啦、啊，你原来那皮都没了。对啊，新的是这样啊、喔，我以为都是光溜溜的嘞。好了，你本来是想要怎么弄？我还没有想法，他就把我拔走了。本来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动作。卡蒙那种，现在不是比较流行卡蒙？嗯，卡蒙。对啊，哦，下面卡蒙啊，旁边看怎么样，是用皮的还、啊、是怎样的、啊？嗯，反正我比较低调啊。再次感谢一下欧记老板，帮我赞助了这个、嗯。大家有需要换到这个过去，不外免还可以打折，报我们小四汽车一定有打折跟优惠啊。人家也开心店，大家有机会过去。我记得在和美嘛。对。我要装起来了，本来想开出来啊，这里比较暗一点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开不出来，也没有这个看不出来。对啊。赞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哈，这是有一个时钟弹簧，你们看，哎、欸，这透明可以看呐、啊，转这个圈圈，有没有两条线？假设左右各两圈半，你把它多转了一圈，你就会转另外一边就会断掉了，长度不够。你说这个东西？里面对啊，它就有一个线长。好，我要装了，我也没装过嘞。66角10号。它要定位。就这样而已、喔。阿亮亮。就插下去就好了。老西，哇，好粗哦！有没有好粗？这个。对啊，那个十号，他说不要用气动工具或者是电动工具，嗯，用手转就好了。因为气动转了它锁紧，你下次要拔拔不起来。好，处理一二三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再来是气囊，啊，这气囊比较简单了、啊，就装上去就好了。它是靠这两个，有没有？这两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插去卡榫就卡住就好了，卡这两个，嗯，你看得到吗？这样看得到，好看得到，左右两只，啊，这个插的一定要插，这个是气囊线，对，这样我快点哈，另外一点，对，另外一边呢，应该是这样插去就好了，好了，可以发动了，哦，老爸、哦，有没有？有前侧有故障，还要回去消啊！我、哦、要插电脑消气囊的。对，还有这个啦，我觉得这个有点故障。你看，哇，就我，你看这样都不会动啊！你看，它还是会动了，用力它还是可以，对吧？但是松掉了。对，松掉了。我有叫一个来换。NG 的车主不允许。对，我发现我就换了。你是不摸吗？哦，不是。好，那我们开回去。换这一个，我们今天要把故障码消掉，顺便把喇叭解除。你要不要先拍一下故障码？我看一下故障码。这个280的旁边呢、啊，那个大肚腩。手刹车灯号下面那一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要插下去喽。插了一个。哇，这电脑好新。车辆这个。对。没有啦，都不是触控的啦，宝贝。欧洲 ，yes， 然后选你的牌子，这个吧，我应该这个啊，这个叫做诊断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你看，一直我以为是家乐福，家乐福，自动就是这个，卖啥物？无你看中丢是咪？你这台啊卖啥物？旅行车嘞，对嘞，有啊，对有 ender 啊，单独系统。这个安全气囊 ，yes， 所以我要读一下故障码，哇，驾驶员，就是我们把它拆掉了，回复，就把它删掉，删除，因为我们拔了嘛，它只要断电它就知道了，很厉害的哦，我也想说不发动就好了，清除 ，yes， OK 了啦，没有了啦哈，好，再来就是小零件。啊，这怎么换？我也不知道嘞。先看有没有一样，一样啊。它就是这个松掉而已啊，哇。哇，这不能像那样，我跟他跳。要贴门帮吧，应该免。贴门帮的。真的哦，好吧。哎呀，跳啦！好硬哦，好吧，我去拆门板。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
看到就拆就对了啦。灯里面有没有？哎，忘记买照地灯。好紧张哦！跳小鸡，跳该右手哦。有啊，跳小鸡，跳我该右手。不是，卡住你边啊！卡住就是你啊！OK， 好了，发现了没？等一下，这个是开门跟关门。哎，看躲在里面，看不到。在里面啊？不用拆。是这个吗？不是啦，这把手啊。这把手你也看见啊？看。摸不到啊？啊，真的嘞，摸不到，在这一块。根本就不用把，你搞偏。天门帮的。哎，还是要挖这个啊。这个四条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上网查一下，看有没有卖？不是啦，有没有？是吧？有没有相关的视频啊？相关视频哦，好啦，您这样讲了。好，你找到了，对不对？找到了。我找到还是你找到？你找到了。但是你不敢挖，对不对？四个角。有吧，恰恰恰，有吧，不用怕。啊，你的皮！哎呦呀，他的皮！不用怕啦，有啥物件咯？啥物？特别车你惊吧？你刚刚不是这样？好，我们这个要留着。它是什么坏掉？这条我拔开看看。我在猜，应该是断了一只脚了。登机啊！哦，其实我是开始断掉而已。对啊，好啊，新的呢？好了，那个就可以放着了，我们就直接试这个就好了。开门吧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没有，不用拆啊，不用拆。拆起来看，拆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原来是不用拆，好看，多么痛的礼物，惊到要死。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拆过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们真的拆过了。领头羊总是特别累。等一下，我好好拍一下这个门的构造。看，哦，干，果然高级车是不一样。这是喇叭嘛？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是控制模组啊。对啊，窗户的。啊，这是锁的。锁的。啊，这个是六那个内开门的。开门那个门把。对。啊，这有一些灯光嘛，这灯光灯光罩啊，这边有这个。这个也是灯。对。这些都是应该都是灯。就刚刚你讲的嘛，它为什么比较贵？做一些它是，而且它是用扣的，它不是用粘的。对，都要扣回去。它是用扣的，啊这里一样，都把它放好啊。等一下，有没有洞？有，都有洞啊。对啊，全部都有，不能偷少一个。所以我们证实了，我真的没拆过。这样可以装回去了。装回去要把插头装回去，这是喇叭的柏林啊，这个线就是插下去而已，插起来，再来就对这一支，有准吗？我看不到，没有，我很紧张哎，还在打电话干、啊？这证明了我们不是科比，不是不接电话，他是真的在忙。要往这边移。对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弄好，再移过去。你这剪包括剪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层层的，这种高架车真的是没有那么平常。没拿倒啊！没拿倒。我也不知道。进去了。这样子就好啊！为什么你刚不先找？番茄，我也是第一次。后面可以。哦，对嘛呀！其实它就是靠这个啊，这两个而已啊。啊，这个是卡住，这两个要卡，这是插掉了，这是插掉，所以靠一二，嗯，翻面就来三四四只，啊，前面有，前面没有啊，
就是四只，就是这两个卡榫，这样会了哈，会了会了，以后这样 M G 就会拆下去喽。那个灯要装回去了，没有，我要换了。你要换？我要换照地的、啊。哎、欸，照地是照这个好不好？好，我看。你说照这个东西？对啊，这不是一个喇叭跟一个树。喇叭树。等一下，那个不是喇叭了，那是避震器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关吧。好了，怎样？他有没有灯哦？我都没有注意耶，有灯哦，有没有就有灯哦？他有这个就一定有灯啊！哦，我没注意耶，花那么多钱什么都不知道，干真的还假的？没有，坏了就买就对了。哦，啊，东西都这样嘛，你觉得不行就是要换，不要为了省钱啊委屈啊，结果有一天好了，卖掉的时候，欸、你都用不到。自己没爽到、啊，没爽到，那就是红手机盖，那就爱给你，那就卖到红球，开得起的地方啦，这样才有影片啦、哦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起来，然后耶、yeah ，我看到什么我再买哦，照地灯忘记加，下一个照地灯啊，照地灯，极速科技专营车用三 C 音响主机啊，之后还有什么？我再看看吧，我也不晓得，大尾翼，大尾翼。不用啦，我不是走台的路线，不是走台的路线，对对对对、哦、那没什么好改啦，干，不晓得啦，啊，我还有，啊，气压避震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好好，改，什么都改，看有没有干爹需要赞助一下，哦、这需要，这需要，对对，这需要超一个超级大干爹，有没有需要可以联络科P或是联络泰山。联络泰山，我们会好好帮你宣传一下，然后科P每天就会在那里上下弹跳的，没问题，每天开，每天弹跳，